收费不是不交钱就能看的吗？嗯。你们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就是颈椎有点累，正常。没有的东西。感谢一的血瓶，感谢一，谢谢一 h， 好，一起谢谢，我一起学，我一学艺啊，杀人了。可乐往前坐坐，可乐，老板让你往前坐的，给我坐。啊，坐。哦，好的，老板，我来了。老板花钱让你往前坐，你不坐不给老板面子是不是？嗯，对。说不定老板马上送出一个火箭了，我跟你说。感谢福克斯老板啊！哎，好好舔老板，老板喜欢你，好好舔。舔，给我舔。好舔，好舔。你别舔，你别舔，你舔。老板不喜欢你。我手。老板不喜欢你，你舔。我不会舔。你不会舔，教他舔。你教，一步一步教。来，舔。来。往前舔，舔我干什么？舔老板就往前舔，我在我。哎，我操！老板喜欢这样的舔吗？老板喜欢，老板喜欢你舔，老板喜欢你舔。舔，你别舔我呀！你舔老板，你舔我干啥呀？你老看着我干啥呀？老板说喜欢，直接舔。文经验不错了，前面发育就行了，就等就行了。你说在后面好高啊，都能看得很清楚。我能看见。还不让我打安妮呢。感谢丑贵黑鱼送了水瓶，谢谢。可乐现在好多了，可乐每天下午都让我把图摆低，我操。鞋坏已经坏了，我今天火气也挺大的，阿宇，让他们需要你帮助一下。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操！把我当什么了？都需要我是吧？今天身体不舒服。今天身体不舒服吗？不营业今天。等一下打完这把，我来给跟霸哥那边试个屏，我看他来吃什么。他们吃完了吧？应该没有吧？他们刚去吧？那直播，他们刚打完。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应该是刚刚结束，准备去应该。他们是主动低头，还是被人看？好像搞不好一条龙做个 SPA。只要是我赢就行。那小岛把我给严厉批评一下，小岛宝，狠狠的批评一下。打头埋地。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啊，他好想刁钻的弄我，没吃他们说。哇，消耗一套。他带的什么？他的点燃吗？点燃。妖姬带 TP 好像作用不大。妖姬都要带点燃 TP 上路，打牌位喜欢带。上路肯定是得带 TP。打排位基本上一点，比赛的话都是 TP 三千点。单杀，单杀了，可以。我帮你加上吧。好，砍上。打野来了，在上面。感谢春曲老八送上的开通超粉。你这幸运难受吧？很难。真在上面吗？我已经看到了他，就在你 F 六零位置。清了吧，先清了吧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他在看到没有，往上靠了，他刚才在河道往 F6 靠了，他是从河道往下走，往 F6 走的，你明白了吧？只不过看你回家了，他在往上走的。你们打游戏都不看小地图的吗？我操作，刚才操作没说，我没说你，我说旁边的两个，长那么眼睛干什么呢？小地图都不看。但如果不看小地图，这波线是应该只能吃前三个，后面的吃不了。嗯，你这么直接吃的话，不一定会死，但可能会交闪，50%的概率。他如果交闪杀你的话，有机会的。我们要做他的雷达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要帮他看。感谢福克斯老板又送了个血瓶，谢谢啊！感谢福克斯老板告白的牌，老板大气。老板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你就说。啊，老板说换那个人在后面舒服多了。哎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说。哎，老板送礼物，你别把我当人。哎，下一个条件就是让你离开直播间。你再送的话，我说实话，你，哎，你就得离开直播间。走就走。嗯，
这个账号我们接受了。嗯。感谢梦境老板送的魔法书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老板，晚上好。感谢福克斯老板，感谢梦境老板。哦，他告白他妈其实他是用来打字。说三桂谢谢依依爱吃小笼包送的魔法书，谢谢依依爱吃小笼包，老板大气送的。感谢这是个妹子，这是个女本，我的女本。你的吗？对，我跟可乐共同的女本。那不是可乐吗？哦，你、哎、看我、你就抢人家一半的。哎呦，共同的。福克斯老板他刷那个告白灯牌，其实就是扣字，为了打字是吧？为了打字。老板低调啊，老板好低调。我跟你说，像这种老板其实是属于很低调老板。打他是一个，他明明是可以直接送火箭的，但是他不。哎，他说我要一个慢慢送，哎，给你打字，给你增加互动趣味性，这才是一个啊有趣的老板，有人情。不仅不他不仅多金，他还有趣，有情商，这样的老板的话是一定会成功的，你知道吧？有钱并不能代表什么，但是有灵魂。对他很有趣，你知道吧？这种是很有趣的。有些人有钱很高冷，没有，我觉得不好。但这种又有钱又有颜，还有情商，还有趣的老板，是真的天选之人。而且名字还叫的还好，你已经知道他长什么样的吗？就是这种有智慧的人，长得肯定是有魅力啊，对不对？透过显示器已经看到样子了，就肯定有魅力啊！而且名字福克斯听起来就很有智慧，是不是？嗯，一看就是要喝酒。我操，这个 AD 这么肥啊！感谢福克斯老板的告白灯牌，猪逼说话真好听，猪逼说话的。我只是实话实说啊，我大家都知道我从来不舔老板，对不对？我从来不舔，都舔秃噜皮了，不是什么的，都舔秃噜皮了的，舔到天上去了，都他妈舔烂了，对不对？全方位无死角的舔，舔得干干净净。哎呦，有个皮，我这个超薄，难受哎。但他这样扛着兵线杆给你打，他有点装了。他全是伤害，打地水剑的，这能抓吗？这有点难。这，然后我下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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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打他了。完，这就全炸了。没事，舞台很大。不太不很小，这牌很小，对面侠加艾克。你这把蛮王是不是优势很关键？蛮王要是优势的话，你就 OK。嗯，机械玩的好好克，蛮王应该是优势，好克塔克，打那个好克塔，好克塔侠加艾克加洛手，我操都很难杀。还有个机器人留个大招看卡特也很恶心。对，机械玩的好。看怎么后面怎么玩。侠有大保命，艾克有大保命。感谢依依，龙身剑皇。剑皇。女剑皇，谢老板，我操，还是个女剑皇，剑皇啊，牛逼啊！可乐，这可乐是不是用的三十多亿牌子啊？嗯，三十，感谢依依，可乐是帅了，可乐最帅了，嗯，谢谢啊，谢谢依依，喊得好亲热啊！不是，你不是我们共同的女粉吗？依依，不是我们共同的女粉吗？你只说可乐一个人单薄了一点，你觉得吗？感谢鸡波查理。鸡博查理波比，哎，送的血瓶，谢谢啊，感谢老板，谢谢。老板名字有点绕口，三十多集，应该看了很多天了吧？很多，这个不算多。三十多天，三十多集，好多年，基本上应该是看了很多年了才对。加一，加上了，感谢偷月亮的雪冰，感谢雨，我近视眼，雨歇阳铃灯，雪冰谢谢，好，老婆好打，很难打，下路优势组合，军军打出效果，上路又炸了，就很难打。下路蛮王被洛手看死了，一个都能吃不到。但这把舞台挺好的，不着急，慢慢打。这个打挺好的。你好快啊！
感谢福克斯老板的高德、感谢老板又送了两百的麦克风。享受，我看到了。享受，享受我的荣颜。老板说享受三国的荣颜。那他为什么让你往后坐呢？啊，因为可能因为我的头比较大，我会挡住可乐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四个人可以一起出镜，明白吧？感谢谷雨峰送的兄弟。我的，我的确，我必须得承认，我在虎牙是拥有我绝世容颜的啊。三下，打不了。谢谢雨落倾城的血统。没什么好杀的，他不叫碰 W， 对他不叫 W， 他只要叫 W 把技能用了就可以杀了。游戏不叫 W 杀不了，我碰 W 位移太远了。感谢雨落倾城送的血统。盲僧还算不错，对，盲僧要帮我。那也行，那就让我呀。单杀，这人你不好拿了，助攻也没了。他劈过去，他有拿不住。我 Q 了、他第一段 Q 就可以了。这一把这一局，只要你们蛮王能优势就好打，他会成为你另外一个支点，你知道吧？感谢霸哥侧脸向胡哥，感谢安歇送的血瓶。二他都拆了，感觉好，好爽。谢谢老板，这波很爽。我操，中二他很关键。两，你装备很好哎，瞬间两个坦，装备很好，路程都刷了，好爽。你的装备发育很好，你要。但是他们这个也打野核一定很肥。对，到你们中间着急吧，慢慢打。上下打。我现在只能发育到金身才可以去那么打团。你这把可以考虑帮蛮王帮一波，蛮王起来之后他会成为支点的。下路我们连钢四。他能这样玩，他能这样玩，但补刀没漏，还好。算了算了算了。我操，好肥啊！我说的那三个很难处理的点都很肥啊。我说的，哎，这个艾克有机会，杀这个艾克一波有机会。侠艾克落手，现在艾克是最他是最弱的一波，对他是最弱。告白灯牌，感谢一，感谢一啊，谢谢。三跪第一帅可乐，第二帅你看到没有？操，那个装起来了，漂亮。没，我跟你说，只有异性他的眼光才是最准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同性相斥，男人的话那种那个胜负欲啊，啊，该死的酸臭味。只有异性才能欣赏异性的异性的帅气魅力。一看这个一年纪就很小，就看见你可能。妖姬在 F 六里转，nice！ 我操，妖姬还想 K， 我操！妖姬在 F 六。要找一下艾克，哎，艾克来，哎，给他送起来了。感谢 H 送的血瓶，谢谢，晚上好。哎，我操，三个人都敢进，我操，三个人他都敢进来炸，哎，这麻烦了，是吧？有，是吧？哎，注意一下，我操！自己就自己 ，EW，W， 快走，你接走，接走，接走，走，我建议你接走。再克炸了，再克炸了，他三速掉了。哇，你这波好肥啊，这波！谢谢 bug 侧脸向吴彦祖送上的火焰。这个是血瓶，这个血啊！你看我们都当时没说话，就是像这种昧着良心的弹幕啊，一看就是那种花钱请的，念前面就行了。bug 小号吗？感谢福克斯老板的告白灯牌。他说什么？老板说你四十几岁的人还点评容颜是吧？你说你也配？我零零后，老板。我零零后，长得着急了一点。零零后，你这不是熬夜熬多了啊？所以大家不要老是熬夜，明白吧？熬夜零零后就看的就稍微成熟了。你发烧把头烧大了。熬夜熬多了，这个头怎么这么大？老板少熬夜啊。我零零后，你是幺九幺零后吧？都成人精了，我操！哇，这雨声听的，滴滴答答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。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，日本歌，滴答滴答滴滴答滴，李宇春的好像，他总是
看着你正在潇洒，对不对？从不肯，从不肯把你带回家。这是那个张震岳的吧？对，他的当叮当当，叮当叮当，到最后你开始离开了他。好像也有个滴答滴的。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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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高低 给老板们唱首歌，老板兄弟们想听什么歌啊？让高低给兄弟们唱一首。你要闭吗？你干嘛？开个充满聊天室，让兄弟们卡个牌子。要不吧？要不吧？你也想加签名？要不吧？谁要啊？现在话谁要？谁要？要不吧？加签名照？要不吧？加签名照？要的要的。要不吧？加签名照？要不吧？拿来当厕纸，充分是吧？充分。兄弟们，卡个粉丝牌啊！一毛钱卡粉丝牌，谁厕纸不够用的？188的红包加上我的签名照一张啊！我的签名照一张，哎，拿来擦屁屁，谁要？你又在找什么？感谢福克斯老板送的告白灯牌，谢谢老板，感谢老板啊！感谢老板送的告白灯牌。喜欢的兄弟们可以支持一下，卡个粉丝牌啊！有了三块的粉丝牌之后，在三块直播间为所欲为啊，想喷就喷。肆无忌惮，面目全非啊！188加上我的一个签名照。感谢披桃奈酱送的水蜜线。有些小伙伴可能对我的签名照啊不屑一顾啊，甚至有质疑，要这主播的签名照干什么？但是我给你一条指一条明路。在我的直播间有很多小伙伴要我的签名照，但是爱而得不到啊，爱而不得。所以你可以把你，如果你中了奖啊，可以把这签名照在我的直播间拍卖啊，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上次我的签名照最高出价10000块，小号吧，欢乐豆吧，小号吧，便秘的人很需要。而且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现在可能我的签名照大家觉得可能不感冒，觉得好像没无所谓，但是假以时日若干日之后。我如果成为了一名超级巨星，那到时候我的签名照翻多少倍，是不是？23张一张。你知道在签名和签名照最值钱的时候，感谢股神暴揍胖揍胖头鱼送的魔法书，谢谢胖揍暴头鱼那个胖头鱼啊！你知道签名照跟签名在什么时候值钱吗？啊、你继续推荐啊！我操，他在那个人不想知道，嗝屁很多年之后，谁讲的？肯定要等，你就超时要等。下一个，开始钓鱼。诺手，肯定会来的。钓鱼，晚上那个肯定会。还没魔抗。我操！激光笔在楼上，加上完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就差这一个，好像能走了。哇、哦，牛逼！这都走了，我操！那个地界解掉，掉下去了，解掉了。我就知道你能走。牛啊！哎，这个诺手，这诺手真的没死，我操！他灵光披风，他点了灵光披风的，还得完全信任。他是什么？他是那个风骑加灵光披风，跑得很快。哎，这艾克没大，艾克没大，艾克没大。香味猛冲，灵光披风，对，他跑很快的，没办法。猛吗？我就跟你寡妇一样，咔咔咔咔咔，扩胸运动。扩胸运动。扩胸运动，然后就大招嘛。麦克没打，麦克没打，没打的这波。诺手没闪，所以我的胸肌很强壮，每天都在扩胸。哎，这边走这边。感谢股神胖暴揍胖头鱼送的水瓶，送的魔法书，感谢老板啊！祝老板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晚上好，永远不死。我操！哇！这是机器人还好。大招浪费了他，我操，这满满猪逼啊！我操，这边怎么还有三个？哇，对，上也没开大。灯笼，灯笼啊哥，没灯笼他给。哇！哇！有没有被这把大？这把大？九万大？三万大？那一般般吧。一并超很多了，都八九十个了。这大四率可能，对存在有可能是最低的，因为15出现非常。竟然一次没死。15是肯定是最低的。
但是机器人敏感色19的助攻不一定的，他因为他打伤害有经济，你知道吧？机器人没伤害没经济。兄弟们可以卡粉丝白啊，一毛钱卡三个的粉丝白，有了三个的粉丝白之后为主一位，谢谢。还可以获得一张签名照，加188。嗯，主要是签名照。签名照不要，主要多加50块怎么样？不行。签名照宁可放在床头啊。辟邪吗？每天早上起来看一看，哎，生活更加美好。我抢钱了，我抢钱出帽子。借 H 的血瓶，借 H。算。谢雨下万了，开动超粉。我抢到了，瞎子摸走了，一定要有人支持。鱼已经倒了，马王不在，不能。哇、哦，找完血路了，走走走，抽抽血，抽血，蛮王在抽，蛮王抽下表板，没抢，没抢，没抢，然后抽，大龙没了，大龙给，没事，蛮王抽能抽的，我建议你直接出中线吧，我去蛮王，这不得去吗？去不了，我去了就送一个大龙加1000块，没必要，这波去一点意义没有，肯定收割不了，哎，一啊，哦 ，nice， 哎。妖姬死了，评分最低有了。牛逼！感谢他说不行太粗了的水瓶。你们现在水友的送礼物的名字都千奇百怪啊、哦，奇奇怪怪的。等你们还有杯哪个？嗯，还有一杯。哦，我都没喝。你要喝吗？七。我特意给你留的。什么时候点？我们一人一半吧。我往我的来这里面加一点，怎么样？我想要来这。感谢小蜜宝的送上的血瓶，怎么样？你喝一半，我喝一半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哎哎，滴到我身上了。啊，我帮你擦擦，哎，我帮你擦擦。哎，我来这怎么、哎、怎么漏了？来这了？怎么漏了？没拧紧吗？嗯。哎呀呀呀！今天就这样子。经理，我电报呢，经理。电报呢？那个水下面。不用了，我先换了武器。屁股翘起来。谁呀？你。为什么？看你不爽。翘起来。那种我喝水你就看不爽。翘起来，快点。我们一起吧。快点。啊、我们一起，你来吧。快点。你屁股翘错地方了。那屁股好翘。翘没翘？哎，你屁股好翘。你头对吧？头放那边，哎，哎，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谢，没吃饭吗？没吃饭吗？我操，没吃饭吗？那不，没感觉，不掉血的呀？我操了，不破防，没感觉，太肉了，我操，好爽。你给我笑起来，怎么了？我也要打，笑起来。我为什么也要打？我找园长打人还双流的，很爽的。你是屁股笑起来，很爽的。哎，屁股朝这边啊，朝这边。这边哎，对。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我操，这好爽。好，走吧，可以了，勾他，勾他。很痛吗？我没感觉，不掉血。唯有你我才能找回我。叶子，你不能被拉啊！要被打了，你不能被拉啊！我操啊！可以，艾克被秒杀了。哇，加一！哇，我不动手这么屌哦！还有彩匣子，感谢文具喜我的神夹呀，这匣子。妈，我还在带吗？兄弟们可以卡粉丝白哈，最后的两分钟啊，谢谢。一毛钱卡了三块粉丝白。哇，没有单下，还好。哇，这毛王好爽。还好艾克被秒了，但是没带到那个水晶。艾克被勾了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，这就可以了。毛王本来一屁股没有的，他能这样带已经很舒服了已经。他毛王就这样打就对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不需要来团的，他来团零作用，他就一直偷就可以了。
因为卡特正面可以给咱们压力。而 Michael 最肥，还好他先死。战术，神装。我操！三叔都出慢了，不能造出，造出这波打不了，真的吗？那沙漠是有帽子的吗？没有，对呀、啊，当然是大发。哦，嗯，很关键。杀人输出的快，掉的也快。带上了，被炸了。这个龙头没压都没拿到。我操！啊！我操！他这个打伤害好高啊！瞬秒我操上，哎我操，我操好可惜，感觉还不如出去算了啊！不是，你都收了，对他这对艾卡瞎子跟着上去了，他这波是自己想他他把艾克用那个 E 技能带上去了，不然的话我那个 Q 是会掉下面的，对他瞎子这个 Q 会掉下面的，好高的伤害艾克，因为瞎子的失误把我弄死了。瞎子如果不摸上去，就跟我在下面打的话，那机器人也要死。他把我的被动带上去，能不能打？龙拿到就好了。艾克到后期也挺厉害的，好难杀啊！大招很快的后期，二十秒一个。CD 对，对面送了这个。盲僧玩的还可以说是吧？盲王没大还不带吗？盲王带带啊！啊，这情况。落实在。没血好弱、哦！哎呦，戏耍！哎，还好他没砍出血路。我这个金车感觉都不用开、啊，不用开，他没有 Q E 杀不了你，就杀转晕了。感谢沙瓦让壳的葬送的宠物姐，哎呀，这个金车浪费了，有点伏笔了，感觉。哎，我们来龙站着呀，为什么要来下路呀？推师，快去做视野。我觉得你直接买药吧，真的。我也是感觉自己。对你这波没必要等的，因为你这波只要回家就一定够钱。钱有大了，这不就四个单上吗？刚刚落手就四个，其他的全都有助攻，有个灯笼主要是，这把赢了就很不错了，给你这把爆赢了。瞎子的摸一下，瞎子刚才失误了，龙坑里面的时候。盲王应该还行吧，你们这边三打四未必不能打，然后盲王找兔子。不行，龙给了，三打四可以打，我已经，我们打四。可以让瞎子试试。对，看看行不行吗？盲星瞎哥，哇！走，别死了！哎，这本体，哎呀，这美景，哎呀，哇，他抢的很好，抢到还要上去，盲王打字，你还有什么不想玩了？打字。别打！他我怎么好？感谢一语相望送的水瓶姐，是少爷吧？你是？他六杠十太好了。飞机。可乐今天看我今天下路，我操，这送的，我操。很正常。送的离谱了很多。我操！别着急。就这样一波你就不想玩了？你这把本来就是个就是一个要一打。有大的，有大的，然后还有大银幕刀。这怎么先穿大银幕刀？我手机。啊，那个手机吗？哎，不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这么多手机都是你的。我六神装的，我是实打实的六神装，艾克是三人输的六神装。打这种局，你肯定我们就一打九，明白吗？安慰他们打就行了。我打一下，真打就了。还挺凉的，哎，哇，失误了，我感觉有机会。等下波。
啊！我操 ，AD 绕后。他们应该落手回家守蛮王去了。毛毛还在。对。这个是龙坤，毛毛要过来。我操，毛毛不救他。有眼的，这里面有眼的。毛毛。那落手也会过来，谢文姬起舞。大龙 buff 加的，大龙 buff 加这里。感谢允许我送的礼物，火锅，谢谢老板。谢文姬起舞。很厉害，把头，来，漂亮。哎，我操！哇！哎，这毛毛真的该死！我操了，融化了，我应该绝代。嗯。他这个装备他带很快的，全是攻速。会被一波吗？没有，下次不该这样踢。一波不了，一波不了。马文又没开大，确实不该。这我有点没看自己了。我不是没看自己，你就笑在前面。你笑，你看他影，没办法。两次被他炸死了，一个大招。好像，啊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他们关键的人都死了。哇操，这艾克伤害好高。哎，然后又死了，隐身。我上没哦，有兵线，有兵线，十秒钟，十秒钟。不会被一波吧？应该破两路，破两路，破两路。他这样杀就破两路，他们没一波还可以。妈的，玩艾克的小带也好多，感觉。没有，这把是太烈了。我一把一波都还行，没一波还行。什么龙魂啊？电龙，电还能接受，也还行吧。电龙还行，电龙至少不是属于那种，还行吧。电龙比火龙要差一点。我这个能 Q 到我，但是我很关键，这一波我感觉可以直接爬起星空号角，敲两个，来一波，我们可以反一波试一下，哎，艾克，哎，艾克，杀了一波，看后面的位置 ，nice， 一波，那我们可以一波，来，试一下。中国时间很长，我操！现在过去是可以来得及，来，中国来，从中路过去，从过去，从中路过去，从中路过去，这很快的，我推塔也有点快的。哎，这毛毛看到没？看位置，好像他能单卡哎。你杀了，流血流死了吧？我毛毛要流血流死了。完了，女警也死了，女警也死，队友猪逼啊，这队友，那肯定不行了，推两路吧，推两路。机器人复活了。来，这波对面已经很给机会了。对面侠是交闪了，这波。我觉得好像就闪了。哇，这女影是真猪啊！蛮王也真该死，根本不用你管诺手，管诺手干嘛呀？铁猪。我可以一波的，有机会。对啊，他用那个大招扛着塔推塔，我们有机会一波的，一起推的话。因为艾克好不容易死了，他艾克三叔掉了呀。他得换装备了，鞋子卖了吗？鞋子卖了。好，没有，现在可以卖了，反正一波了。我出不了女妖，因为这个要有意思。艾克把三叔卖了，跟我一样装备。感谢夏洛让可尔送的，哇靠，他还吃红 buff， 他可能不太理解，不是他可能不太理解你的这个英雄，明白吧？不是不理解，是因为你拿什么没什么用。他这把他本来就没什么用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拿是没什么，但是他可能不理解你这个英雄拿红 buff 的作用性，所以他认为你没用，算拿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的有些他不理解你拿红 buff 有用，他是认为一个常规法师拿红 buff 后期这阶段他有用，有那么强？他不是故意强，他肯定是自己认为自己拿有用。毛毛再带一下，这个龙让他带吧。三路真的还是有机会的，就用 rua 的吧。大龙没 rua 的话，这边哎，我觉得你可以用圣鞋推过去，对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不要管，就推过去，对，让队友去骚扰大龙。哇，好快啊！太快了！这波瞎子要抢的，哎，能不能拖一下呢？拖一下，对面回来了，艾克死了，对，就这样拖。夹子夹住了，你跳得很快的。两个，哎，两个，两个，我一个，哇，可以单上，哇，可以，换了一个很好的，可以了，很赚的，拿我走。有对面没兵线，有兵线他们过不来，过不来他们一波不了，一波不了之后就赚，他们只要一波不了你们，你们这波就赢了已经。
我不知道嘛，我我雨下大了。兄弟们可以听到雨声吗？应该听不到，应该收音的呢，对吧？这麦坏的还是可以的啊。电容麦收音。断个兵线，来往。然后去断兵，断兵线十几秒，他们可以，他们可以播的。蛮王在干嘛呀？蛮王，我的妈！有塔吗？哎，有一个，我 A 残了的，快去、啊、快去！可以的呀，可以可以试一下。哎呀，被看到了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 了，来不及了。但我们家里面也有人守。他们一波不了一波不了一波不了。他们也一波不了，他们已经回家了，他们已经回家了，别着急。他们要等那个的，他们要等远古龙。他们已经回家了，加上了吗？你给蓝章。刚有单杀加上了吗？加了，加了，兄弟们。其实蛮王有点猪的，我跟你说，蛮王刚才直播其实他可以不拆下路的，直接开个这么起跑过来，直接跟你一起拆一跑。他不知道怎么分带，对他不太能理解。蛮王不够啊！这 buff 还有太久的时间了。我操，绿箭好像要送你。你你。我老对。还有挂破，可以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一波，他应该能拆掉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拆拆拆 ，nice nice， 先去，对 nice， 还你有无药可吗 ？nice， 哇，牛逼牛逼，清楚。